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耶、yeah, 爱车大改造，我们要改这台马六，买回来就处理的就是烤漆嘛、嗯、烤漆过后就回来了。我想说不行不行，发包之前把它赶快又拉回来。你看你看，这就是放金的证据嘛，放回去开始要做啊，这金都落去啊。欸，回来还是紫色的，我说这样不行，我们不能再紫色，我们把它改一下。有人改都好比冷气的那个啊，哎，那没再改，对，我们是要朴素的改装，我们要改成白色的，啊，再来就加个下巴，下巴我们再找看看呐、啊。我们现在先大概就构图，好，到时候我们去载材料，大灯再磨一下，雾灯是玻璃的，不会雾，啊，这个一定要用，你看，哇，金油那可以啊，金油都掉了，是金油、哦，对，金油啊，表面都是金油啊，都弄得好皮啊，这都要磨掉。有没有要磨掉的原因就是它的底比较丑，就再磨掉，不然你会一样都咬起来。到时候轮胎比要换啦、啊，这个就固了吧，我用 Bicky 啊，爱换铝圈，我把它换掉。我有一组全新的新款的了，应该不是全新的，新款的样式把它上去好了。后面也要下巴，后面也要下巴，下巴对，下巴的款也要碎啊。这其实它后灯有换过，它里面有一组红色的，我拿给你看哦，它应该是原本是红色的。反正我们再看，反正这一组也是好的了，白改降维圈，好，再降一下避震器，比原厂好一点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那内装呢？内装我想过了，我本来已经拿到两个赛车椅了，我本来想说直接上去了，后来发现好像不行，因为这个有气囊，它有电动的。哦，它有电动机。对，还有机翼，一二三组。对。好，这如果改了就没了，好吧，那就只能我们就这里可能自己再吸压给一下。那方向盘呢？我要把最有温度的又拿出来了，还有这个裂掉了，这个要处理。这边不会，这边塑胶的啊，这边是皮革的那种，有点裂了。冷气不冷啊，冷气也要修理一下。冷气其实开起来还不错的，只有冷气不冷，那底盘还蛮扎实的，没什么异音。呼呼，小朋友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回数票。以前我们过路要给钱的，你看现在你看爸爸妈妈开车都不用钱了。他说电池收费啊，以前如果没有的话，跟后面买，刚好过了没了，再跑去后面跟他买一张啊，这样缴费。天窗我看一下，我天窗好的，天窗还可以动。好消息是天窗好的，啊，坏消息是窗户都不会动。知道驾驶座这个会动，可是它慢慢的，其他都不会动。死了就死了啊，打也没有用了啊，人工呼吸没有用了，尿尿了，这个就是干污过节看看。有些是直接有一个洞而已，就像一个洞啊，清理一下，因为有时候脏了树叶什么就跑出去这样。呼，哦，呼，这是 T 打，有没有？所以就比较简单啊，这个坑啊，哇，直接一个洞。对，它这个就没有盖子，没有修饰的。水切的用意就是水下来把它切掉，一半流到外面，它都会滴下去，滴下去的话就跑到。这两个的中间，所以这边有个防尘布嘛，这个塑胶袋嘛，对，特别照砖瓦靠，照水来对老水，也照来家人，这家老船的，对，引擎应该是好的吧？引擎是还不错，看一下好了，能先去修，对啊，完全不能。像这个我跟你讲，像这个就是哦，像富婆贵重一样嘞，这是氧化白白。目前看起来引擎都正常的湿湿的，正常的，正常的湿湿的，就是你看看起来就是很正常嘛，这边湿湿这里啊。所以说就是像我们讲的要清洗的原因就这样，看起来是蛮正常的嘛，有时候就要洗一洗才知道。哎、欸，它开关在这里耶，不是这样打开哦，啊，它不是冰室那种的哦，是这样，这里开。好啊，这个彩球不能帮我丢掉哦，到时候完成的时候要打给你。应该大致上是这样，开关。哦，我就怀疑也照一模啦，结果我发现好像是很漂亮啊，全新的没错，太小颗了，你看，哎，闭眼就张开吧。欸，我这就水的工，你看，哇，就别哈，算了。我们来检查啦，现在把引擎盖打开了嘛，这边看起来还行，可是我刚刚看这边有小块淡淡，你看，这淡的。上面看起来一点点的，后面 没什么湿湿的，干干的。啊，刹车油，哇，也蛮脏的啦。下面油底壳，你看，哒哒哒，哇，啊，干的啊。啊，然后我这边看传动轴，这边是好，这里防尘套是好的，没破。对啊，防尘套也没漏油哎。这是水吧？对啊，水啊，老好的水啊。
久了都是一些橡胶的东西会老化了。你看后面的馒头，哇，馒头都叫泰山套夹去啊！看起来蛮干净的。有啦，后驱轴这边，变速箱底下那块很湿，因为其实也差不多年份了，而且都没在开，传动轴也都没破、啊，都好好的。刹车比要换，好盘子。盘子刚刚盘子都锈锈黑啊，都锈死了、啊，就一起换一换吧。好、啊，它后面更惨，好、啊、更惨了、啊，反正前后了，改卡钱，没有没有要改卡钱，没有要改啊，没有赞助啊，没有赞助。我跟你讲，有奖就有机会，人就是要这样，人家是靠脸吃饭，我是靠不要脸吃饭，不一样的吧？不要脸。哎呦，还可以，你看的，你要不用看，你不用看，这边都吃里面的，左右两侧都裂了。这再开可能会蛮危险的，玩这台叫古雷亚哦，小号的，反正一样，我们到时候洗一洗，请泰山开个两千就是了，输赢啊。嗯，你要先换轮胎？不用了，不用啦。跳。水箱上次才换，那就只差水泵浦而已啊。对啊，皮带皮带要换，因为你看这边都顶到里面的舵轮。舵轮顶住来就会有这个，就是表示快裂，就有一条、這個、对，就表示已经快挂了。目前看起来底盘是没有任何的异音，它刹车真的就不厉害。来另片换一换应该会更好，可是我就觉得马自达的刹车都比较偏软，我个人觉得还蛮好开的。其实它避震器也不会很软呢，说实在的哈，我觉得轮胎比较吵一点，轮胎要换。对啊，轮胎要换，降避震还是要先换。不然你用这一组下去又变了，它就高度又不一样了，它冲都打不开，就这个会开，只有那边会动了。刚测试三个门，马达都没声音。其实底盘我们是要换避震器，不然不换也是可以开的。它跑几万？14万。14万，对。轮胎的声音跟培林坏掉的声音，它怎么分辨？轮胎跟培林声音很像，速度越快。声音就不见了，那就是轮胎。啊，你速度越快，培林就是转的越快嘛，所以声音越大声，那么培林就是培林坏掉。这个呢，这个我们要贴吗？换大台的显影行车记录器全上，这超脏，这可以换新的吗？它这个皮都掉了，这不皮啦，这原本有贴纸什么之类的啦，什么安全带啊什么之类的，像这个啊。确定？我怎么感觉这很像？有啦，这粘上去的啦，相信我啦。我在坐车的时候，你们还不知道在干嘛呢？打手枪。喂，变速箱跟引擎的结合，这边超黑的啊，这个是机油芯嘛？嗯，对，你这样也是油油的啊，你要看一下变速箱油。来哦，哇，看起来还好啊，就是我那北斜要换油，正常如果很干净，应该是蛮红色的，都有点脏了嘛。好，换，我先洗洗洗，再来看它肉的状况是什么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这样都起来了，你看。你那边还比较冷，我这边比较冷，这边完全不冷，你这边不冷，这边现在比较凉哎，后面三个都坏了。就这个是好的，隔壁有说嘛，冷气好了就赢一半，现在这台车连一半都还没到，要超压，超压，所以是风扇坏掉，两个都没有转，所以人没有漏吗？也有漏，对，风扇马达坏掉，所以要换吗？对，要换，两颗都要换掉。Day two， 好了，今天我要安排来小城这边。处理那个风扇，因为昨天泰山去奈迪，他说那个风扇没有转啊，所以一定要处理好，不然那个高压太高，好像是高速的风扇不转了啊，不然他没有换风扇，他就没有办法测试，就不准，没办法判断是哪里坏掉。好了，我们现在风扇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刚试完了哦，我们叫了风扇来试，基本上它的低速风扇呢都不会转，那高速风扇这边会转，这边也不会转。低速是两边死掉，高速是一边死掉。高速跟低速就是冷气打开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假设水温又到的时候，它就会转高速。啊，低速就是一般水温开或冷气开，它就会转。有没有一边有转，这边不会转？
水箱这边也有渗水了，有吗？这边都是整个车头都要下来。对，因为连这个架子都要下，整组下来才换。所以那一颗就是水箱，这个是水箱，这两个是风扇。这台车传说中最难拆的，原厂换水箱19000，那可以直接偷去报废，可以？可以啊，你又不要。门牌在这，有没有？锁着，锁着，这都脆了，你可以拨一下，它拨一下就挂了。还在呼？对啊，就呼皮啦。变这种颜色就是已经末期了。嗯。先打冷媒看看，之后开看会不会不冷。如果还是越来越不冷，那就代表管线有漏。那现在就是在灌冷媒，现在有冷了，现在大概到6度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今天要发包做这一台。这个我们要今天要发包去处理了啊，因为厂商说不方便拍，我们就算了。现在比较糟糕就是裂掉了嘛，还黏黏的嘛，啊，所以抠指甲抽到里面痕迹哇，怕他没有换，哈哈哈哈哈，真的，怕他没有换，我们先做个记号，有没有？啊，这种黄鱼啊，以前的盐跟他类似，你看，没有，跟他几根跟他惨啊那样，啊 lucky 啊，好了，回来就知道了啦。好 ，later， 好了，你看。水吧，不然吧。可是这边变坏掉了。他拆下来，他说这个环保久了，反正我们是要换掉。拆坏了。我们要换一个。我们要换12寸的平板。要把这台马六装避震器，以前我们的避震器他们说改得都很硬，现在已经有稍微跟得上时事嘛，现在硬不是代表一切了，就会比较 Q 一点了。做记号啊，试车回来才可以同一个点。高低可调的加不加？放两瓦，这里高低调这个。
样嘛，跟上次一样要放着车放着，对，再给他们稍微微调，然后再测试测试嘛，微调啊高低，等一下就弄一弄，我们就回去了吧。对，好，拭目以待，完成的成品，冷在嘛，冷在，冷在，好，冷在。我帮你重新考过这个，你没有重新喷漆过？对对对，重新喷漆过。双色的蛮好看的，对啊，熊猫配色。现在装尾翅管，尾翅管然后掉下来一个，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像管束一样嘛，收水工哎，因为它有开口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开口，假设插到比较大，那破开而已嘛，就锁进去，锁紧它就夹起来这样而已。哇、哦，进去了啦！这个是原来的，刚好可以对照一下，它是不是焊进去的、啊欸？你管掉，来这家点掉哎，嗯，因为它不准啊，可能是一往这边搬过来把。黏掉诶，嗯，要下来，要下来，呜呼，耶，我干，哦，我有、嗯、有个，哦，手都伸起来，哇，因为它烧在这里磨也磨不到，切也切不到啊，它这个要还要再磨好看吗？不用啊，直接我是而已、啊，直接靠进去就对啊，啊，我前面基本看管。这个哦，这样、啊、这个吗？这个啦，这个有点像管束一样哇。那我们在锁那个水箱，那个差不多那个意思。你说这个较假嘞，为什么？它比较下来一点，要把里面放架子，可能要拉长一点。基本上它拐，那边它软。哦，我们改的太低了。巨哥这边的车架架不起来，我们又去买了这个东西，这正确名称叫什么？拉杆，因为我们的下巴太大只了，加个装饰，这实际上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作用。这样可以吧？大概17.5，17.5。差不多啦，可以啦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耶、yeah! ，终于弄好了，这台马六，这台真的是蛮多磨难的，终于啊，还是把它完成了。有多久？哦，真的超久，真的超久了。之前是紫色的吧，已经忘记了吧？两年前，一两年前了，对，差不多要了。我们做了什么东西？真的是看了这个单子，我才想起来，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全车都烤漆了。对，加前后的那个下巴能丢嘞。啊，我大概念一下哦，这台有些东西真的是卡住了，比如说遥控器的模组，这东西我们修了好几次，很奇怪哦。弄好了之后换个音响之后又坏了。一开始我们是以为是钥匙的晶片有去弄了，好像不行。后来是什么模组坏掉了，好家在刚好一个客人买一台马六，刚好要报废，我就直接跟车主讲说可以借我台吧嘛，他说好啊，反正我就报废了。
所以这一台车真的是用两台车组成一台的。总共的东西，钥匙的晶片、全车的烤漆，还有后水箱、散热片、散热马达、工资仪表板，好，机油都换了，好啊，变速箱也换了，来临片前后都换了，启动马达、推挡、压缩机、引擎脚、马龙蛙，还有冷媒、下巴侧裙尾翼、门锁，哎、欸，门的马龙蛙啊，金刚机啊。一开始全部玻璃都不能动，好啊，铝圈也换了，轮胎，哎、欸，车身模组这么贵哦、喔，还两万多块，还有室内灯的开关，主机也换了，好啊，再来就是我们避震器也换，感谢 BC 赞助的，我们干爹也有辅助那个方向盘，方向盘，对，方向盘也有换，尾视管，尾视管，好 ，Mark 我们也买新的，等一下就把它贴上去就好了，啊，因为这个就改过，我们就没有换掉了，尾灯就是把它整理一下，对，整理一下，大灯也是整理的，其实整个的状况都还不错。椅子也重包啊，这一个啊还蛮低的。一开始我们回来的时候，这个下巴至少考了两次。我们是为了影片拍起来比较帅，帅的代价都是开车要注意。我们是盆栽族，你知道盆栽族是啥？盆栽族，我们就是改的帅，帅就可以了，其他的都不重要了。这个就没写了，这个我自己花钱，我就没写到了。嗯，好，这个就是辅助而已，好看的。那可我也没有写，因为我也是我自己花钱。我们这个漆它有点变色，它我们不要那种有些珍珠漆就是单色而已。可是你看，注意看，它会变带蓝色这样，反正它就有点变色的感觉。这个漆也比较贵，那花了很多钱了、啊。其实影片呈现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哦，每一台车真的不容易。终于可以把它结束，终于把它，终于弄好了啦。不过这台车应该回去可以撑很久。引擎脚也换了，我刚刚看了前后左右都换了吧。再次感谢一下啦 ，BC 的避震器赞助我们这台车，还有那个干爹 OG 对对对，方向盘，感谢，他们都会力挺我们，帮我多支持一下。现在哦，出力这一集那就麻烦嘞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耶耶耶耶，也马克了，马自达，没错吧？应该是这样吧。差不多啊，你看，不行，我们再改啊。